我会记得哦，终于拄来咱兜的时阵，头毛拢乌白白。后来我才知影，原来伊是因为自细汉拢是伫甲爸爸过日子，无妈妈甲伊安怎白头鬃，才会安尼。后来阿姨就教我绑马尾啊。是啊，啊你学会晓了，你足欢喜啊！大家拢白个。哦，安尼我想起来啊，明明冬雨伊脾气都足好诶，啊，不过大概若是有查甫囡仔揪伊马尾，伊就会打爆他。原来就是因为是妈你教伊安怎白个哦。是啊，迄对我来讲就是妈妈教我白个呢。想该救我的马尾啊，杀无赦！我会当有恁两个查某囝，真正足幸福的，真正足希望会当亲手甲恁交予真心爱恁的查甫人。妈，你是了白讲啥？你本来就应该亲手甲阮交予爱阮的查甫人啊！是阿姨，我是因为你才转来的呢。你莫乌白想，你一定会好起来。冬雨，我想你应该知影，紫薇一直在等你。阿姨不是在逼你啦，只是想要知影讲你即马心内是安怎想你甲紫薇的代志，啊，恁两个人敢还阁有机会啊？阿姨，其实我即马无啥共款啊。你是讲你伫会馆做公关的代志哦？你知影哦？哪天那里个紫薇跟小春拢有甲我讲啊，因讲哦，这巴黎会馆哦，都长久交台受同款，啊，你的工课哦，都是伫遐陪大头家开讲，啊，有时阵大头家要甲客户较顺利讲工课，嘛需要领导三工的，这讲起来是只需要头脑的工课啊，而且我知影。当初你甲紫薇会分开，唔是因为对对方无感情啊，所以你即马倒来啊，啊为着紫薇的幸福，啊为着你，我当然嘛想问讲，恁敢还阁有重新做伙的机会啊？阿姨，你若是想要知影答案，会用的啊。等你心中手术成功了后，我就跟你讲。是，冬雨，你这个条件哦，讲了就好诶。阿姨，我来看你啊。美云，你来啊。阿姨，阿姐哦，是我妈特别寄给你诶。啊，是对心脏真有帮助的这个、哦。多谢。啊对啊，我妈哦，拄只本来是要跟我做伙来看你，啊，不过伊想想有淡薄不爽快，我就给伊坐车转去啊。我妈叫我转达话，伊讲你一定要好好啊，安心养病，卖吵样伊坐安尼，才会较紧恢复。嗯，帮我多谢你妈妈。嗯，啊对啊，阿姨。我想讲要来陪阿姨开讲，我就顺便买一挂零食啊，搁有点心吧。高伟，你想要趁这个机会办同乐会啊？嗯，我你是袂记得咱是五女会呢。哦，我看我看四叶草。阿姨，今日不是四叶草，是五朵花。麻烦你第五朵花跟因徛同齐，我来替你翕相。哎，谢谢多谢。来哦。
我哪会互相讲到迄个时阵的代志啊？一定是因为哦，恁足久哦无三个人做伙啊。这五蕊花哦是假的，四叶草才是真的。我有淡薄仔疼，我想要小休困一下，啊，恁三个好好做伙开讲。慢慢的，先倒来。这是梅英爱食迄间，维仁哩，啊就没关系啊啦，无顺续买，我感觉就奇怪，无怪你拄只在讲五蕊花，迄个时阵真正是咱四叶草最后快乐一季，迄个时阵了后，咱四叶草。就继续继续耍去啊！迄时阵是真正足欢喜的，今嘛咱三号做伙啊，唔知影伫看守所内底迄个过了够唔好。但是你妹伊想会通，咱阁会当甲伊斗三工，安尼无地卡，咱就会当变转去过去的四叶草。是啊，未来安怎，无人知影，嘛无法度设想。冬雨。那呢？你甲阮讲嘞，你拄则无正面回答阮妈，你回答我应该会用的吼。你甲阮讲，到底还阁有机会无？我感觉我即马真正无法度阁甲紫薇做伙啊。我无可能当作啥物代志拢无发生啊！啊，参像以前安尼对紫薇笑，对紫薇使奶。啊，阮若是重新做伙，一定有足侪代志袂当去讲的。紫薇想要找倒转来，是阮以前的关系，伊会记的嘛是以前迄个李冬雨。啊，不过我无法度阁做倒去以前迄个李冬雨啊。冬雨，啊你讲到遐尼济，你拢无讲着重点呢。啊，你敢阁爱紫薇？恁莫干那讲我啦，啊恁呢？恁敢真正感觉有爱，就一定会当做伙？小川，你甲冠杰嘛毋是无爱对方啊，对不？多谢你，这个时阵，佫这么好，这么温柔。因为咱爱过对方，所以咱才会选择祝福对方。放手间，再见。哎呀，我都讲过啊，我要管一半的婚啦。魏月，黄玉生那考那求你回来的时阵，你的心嘛不是袂疼着无？准备小可离婚啦。无要紧，我用瞬间胶甲波波黏黏就好啊。不是每一项物件拢会当用补的，就算补过啊，嘛无可能甲较早同款。黄医生，咱已经无可能，咱离婚啊！我的心更加疼，嘛无可能阁转去啊。是啊，回头想过困难啊，所以咱爱向前看，不管是后一段人生，还是后一段感情。咱来搁较好，抹唔掉。讲到这么红香，妈有对象啊，好的查甫人哪有这么好找？高维云，你今嘛无资格讲这种话。我虽然说我无资格，你今嘛身躯边有一个帅哥检察官，姓汉哦。我甲伊无可能啊，是安怎无可能？伊救你，搁替你伸张正义。一个人一直踮伫身躯边，久哦就会日久生情。操死了！再去死！
底下。你不要哄我。不爱啦。哎呦，哄我。不爱啦。哎，哦，拍死啦！阿玉安怎无？我看卖啊。委员，你变哪样啊？哦，高委员，你点点着啥？我讲，你是不是做啥物代志无？我知影。我哪有做啥物代志啊？你莫白讲。无你搞平安，做啥事批？无啦无啦，啊，紧食紧食，我跟你讲，这物件虽然无啥物营养，啊，不过最好食，紧紧紧，啊，这最好食最好食。哎，拍死！我吃，进来啦。个性狠，不可能啦。